给你啊。不是说这个人家反过来反手肘折断哦，男生我把它折断。女生可以。王阳明女人控，这样审核女婿，真人秀卖梦，坚决不比这首诗。虚新闻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unny 王阳明，我是真人秀。王阳明和郑仁硕主持素人改造实境秀《神师任务》，续编辑就来考考两位陪伴者，要在访问过程中秘密完成收到的两个任务。这个蛮有趣的，这种游戏我喜欢。怎么会有人这么高？然后。不是没有，我想说有人怎么要这么帅？有人怎么那么 man 呢、啊？我知道我很帅，但是他应该也是那种，他自己应该也知道他很帅的那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说出来嘛。他第一，我至少也排第二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哎，你就是第二帅，就想这样，就想这样，没有什么第一、第二了。哥，喝只喝一杯。喝一杯，都何止喝一杯，都是算罐的，都是算一罐几罐几罐的。是因为工作才，是因为我们那个关卡在，然后但是我们又不想让观众朋友们觉得说我们就是造假。那你们真的喝到忘记在录节目？啊，没有，还没有到，但是我们的监制有，还说酒嘞，对，酒嘞，真实的眼神，有魅力的笑容。对，有这种魅力的效果。对，我很爱漂亮，所以说出来我觉得都好。会不会有点害羞？他必须要检查好自己从头到脚，对，是否是好的？对，好的不是说任何名牌哦。对，是从头到尾就是干净或好。对，我也很少穿什么名牌，因为名牌都会找他嘛。背一点给我。哎，跟他岳父一样，是爱屋及乌、善良的人就好了。有没有钱，我觉得那是你自己个人本事。我只是希望他可以让我的女儿开心快乐，我觉得这样就好了。我觉得有一天我女儿应该也会想要找像爸爸一样这么有性格的。在后面，然后去看电影啊，什么都做了。有吗？希望他可以。没有，我只是因为你们这个节目问我，我才这样讲。但是我心里面是什么样，我当然说出来就觉得我很小气，我什么就我不想这样讲。我做完了，我也做完了。你要不要先往你的左手边看一下？什么时候有这个的？我的任务是要跟你击掌两次。第二个任务是要喝，把水喝完，喝完，喝完。对，我有发现这个。我在想说，新的节目叫《绅士任务》哦，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 ，Line TV 一定要看哦。等你哦，等你哦，快来。这个是很坚持，只有这样子啊，不行。这个我很不行。我可以比这样子，但是你叫比这个不行。或是说这个人家反过来反手肘折断哦。男生我把它折断。女生可以，但是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有流行。爱就勇敢说出来嘛，一人一样。